我今天特别起了大早哎。陈姐姐，你看，天都还没有亮呢。因为从这里到海滨的地方还有段路程，所以啊，我们得早点起床，不然就来不及看日出了。平常都是太阳叫我起床，今天我要叫太阳起床。可是山上的清晨好冷好冷哦，你看小皮我包得像个雪人一样。别抱怨了，有很多人比我们更早起呢，我们还是赶快加入他们的行列吧。你看在清冷的空气中，大家反而更有精神哦。陈姐姐，今天又要搭阿里山森林火车吗？不，我们今天搭的是住山县的小火车，它是阿里山森林火车的支线之一哦，带着我们上路，上住山看日出。哦，出发喽！火车穿过清晨的浓雾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们已经到了住山了。看大家一窝蜂的往观日楼方向急走，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了。天色比刚刚亮了许多，观日楼前面也挤满了人群了。当地的一位村长正在为我们解说，很多人不晓得你现在站多高了，我们目前脚站的地方呢，海拔是2500公尺，那你们昨天从嘉义那个地方上来啊，也海平面的高度呢是30公尺哦。那台湾啊，阿里山的住山观日楼啊，在整个台湾的地理位置里面啊，各位你们今天啊是站在台湾的中心点哦。等一下各位可以过去看一下，现在地形是这样啊，你的后侧方这边啊就是我们嘉义的嘉南平原，左侧方这边呢台南曾文水库，那个方向呢那头转快一点，公家遐你头还在那边，那这边啊就是咱高雄关山的南麻省区南子仙溪哦。我的后侧方这一片绿色的山脉啊，等一下云层下降之后各位注意看，这片绿色的山脉啊就是我们相当有名的玉山国家公园，属于花莲县的哦。那这个地方翻过去呢就是溪头，你曾经走溪啊纵走啊，就是对压起来阿里山山谷底下看不看这里啊，就是我们南投县信义乡的和社村和霞川哦，就是条溪啊叫做丹幽南溪，咱西里大桥啊浊水溪的上游呢就在这个地方哦。今天的雾那么大，现在时刻又已经过了6:30了，看来太阳是不会出来了。倒是薄薄的云海，总算没叫人失望。哎，陈姐姐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滤光镜啊。当太阳上升的时候，光线变强了，会刺伤眼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用滤光镜来保护眼睛了。可是今天没有日出啊。日出每天都有日出啊，只是今天的雾太浓了，所以看不到啊。人家特别起得那么早，结果没看到。小皮别失望嘛，根据专家说呢，在这里啊一年之中平均只有1/4的机会才可以看到日出哦。除了日出之外，这里还有许多值得欣赏的哦，比如说呢，你听，空气中是不是传来阵阵悦耳的鸟叫声？仔细找一找，看你能不能找到它们的踪迹。哇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树枝丛里有只很漂亮的鸟哎，这是阿里山常见的画眉科鸟类，你看它略带金黄色的羽翼。看眼睛上下各一道白色的斑纹，一看就知道它是金翼白眉。答对了，金翼白眉通常生活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，它的叫声很洪亮，在深夜林草地上常有哨音传出。你看，它很喜欢在地面上跳跃前进。它还会
偷吃蜜饯呢。小朋友，我们现在观日出的地方呢，是在嘉义县的祝山。待会儿陈姐姐要带你们到南投县去喽。到啦，就是这里。陈姐姐，你骗人！走，你看，陈姐姐没有骗人啊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嘉义县和南投县的交界线。从祝山下来，我们不搭火车，改用步行，漫步在林间的小路，趁机感受一下清新的空气。哎，陈姐姐，快来看，这里种了很多萝卜哎。这个啊，这个虽然长得有一点点像萝卜，不过它可不是萝卜哦。那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叫做山葵，属于十字花科。你看它白色的小花像不像个十字呢？不会把它误认为是个萝卜，就是因为它们的花长得太像了吧。是啊，细着看就不觉得那么像了。山葵的叶子呈圆盾状，颜色晶莹碧绿，叶茎细细长长的，成熟的山葵根长有10到15公分，表皮粗糙，凹凸不平，但是这却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了。为什么它跟萝卜一样能吃吗？它的确可以吃，不过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拿它像萝卜的那样吃法吧。那它要怎么吃？先把它磨成细末的粉状，当调味料沾着吃啊。小朋友有没有吃过生鱼片？吃生鱼片时沾着芥末酱就是这个哦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瓦萨比，不如我们也捡几颗种子回家种吧。你错了，它是用芽根来繁殖的，况且它是高山林里的植物，你把它带回家它也无法生存啊。由于阿里山的自然条件正好适合它们的生长，所以林中小路的两旁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山葵田。看起来高大的林木就像房东，矮小的山葵就像房客哦。但是为了让山葵能顺利生长，这里的林木却常常受到伤害。你看这一棵棵的柳杉木，枝桠被折得差不多了。看来房东和房客处得不太好哦。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。小皮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呢？嗯，对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它有秘密武器哦。怎么样的秘密武器啊？森林里的空气之所以会特别的清新，是因为植物在白天会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出新鲜的氧气，同时呢，会散发出芬多精，使人感到身心舒畅呢。芬多精是什么啊？芬多精啊，就是森林里各种植物散发出来的气体，分布在植物的叶、花和枝干当中。植物为什么要散发芬多精呢？因为它可以杀死空气中的细菌，防止病虫害啊。所以芬多精对于人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哦。是啊。天然下种林，嗯，
姐姐，什么是红块天然下种林啊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去请教阿里山工作站的谭先生，请他来告诉我们。天然下种林就是说母树成熟之后，它的种子自然掉落地面，因为碰到适合的生长环境，所以自然萌芽生长。因为现在的林木啊都是以人工造林的比较多，所以目前的天然下种啊是属于比较珍贵的。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姐妹潭附近的这个天然下种林啊，都差不多有六十几年的历史，相当于各位小朋友的爷爷奶奶的年纪。这些是红块，刚刚在山葵田的那些是柳杉，可是我看都很像啊。辨别的秘诀就在叶子哦，你看红块属于柏科，叶子是细小的鳞状叶，枝叶扁平，两枝两枝对生。而柳杉属于杉科，叶子是像镰刀形状的针叶，呈螺形状。掌握了这个诀窍，就不会搞不清楚红块和柳杉了。走到了昭平公园，迎面而来的就是一片灿烂的花海，满树的樱花，有桃红色的山樱花，有粉红色的吉野樱花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哟！整大片都是樱花。每年三月初到春假期间，阿里山的樱花总是会满山遍野的开着，吸引着大批的人潮上山来赏樱花哦。为什么樱花这么吸引人呢？因为啊，樱花不怕寒冷，即使只有摄氏一度，照耀你们绽放美丽的姿态。另外呢，小皮，你看，樱花还有个很有趣的特性，就是每一颗樱花都有自己的开花期。拿着两颗山樱来说吧，一颗呢，花朵已经结得差不多了，嫩绿的新芽也冒出来了。而另一颗却是满树的繁花呢。樱花很不合作哦。陈姐姐，我看这樱花和梅花长得还挺像的嘞，他们有没有亲戚关系呀？这回你说对了，樱花和梅花、桃花、李花都是属于蔷薇科的植物，其中樱花和梅花比较好分辨。你看，梅花总是在园中开放，花梗较短，几乎紧贴着枝干。樱花呢，是一种早春开花的花卉，初春开花时总是一簇簇的聚在一起。由于它的花梗细长，花朵便往下垂了。是啊，尤其是山樱花，漂亮是漂亮，却老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哎，小皮。山樱花也可以说是台湾的特产哎，因为台湾是他们的原产地之一啊。哎，这位叔叔在樱花上抹什么东西呀？抹愈合剂呀。为什么要抹愈合剂？虽然樱花的耐寒性和耐水性都很好，但是伤口的愈合力却很弱，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。经过修剪的地方呢，也容易腐朽，所以要涂抹愈合剂来保护伤口啊。陈姐姐，我发现阿里山上不止樱花漂亮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花卉也很美哦。在昭平公园旁边，还有几辆退休的蒸汽式老火车头，我们来看望他们。陈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？他们不是被关起来。那为什么要围着栏栅呢？这是为了保护他们，避免被没有公德心的游客破坏啦。哦，那我们也别吵他吧，让他们好好休息。
陈姐姐，你从哪换了这一身美丽的衣服啊？很好看吗？对呀，好像公主耶。谢谢。因为阿里山乡是原住民风俗聚集的部落，我们这次来呢，正好碰上附近香林国中的同学们在练习他们的传统舞蹈，所以呀，特地来看看他们的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陈姐姐，我也好想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哎。可以呀，不过待会儿啊，我要加入他们泼泼起舞的阵容，你在一旁可要好好的欣赏哦。嗯，太棒了。也叫曹族，阿里山地名的由来就是源由于一位勇敢的勾族酋长。他是不是叫阿里巴巴？阿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这个快乐的青年，嘿嘿。唱得很好，不过你猜错了，那位酋长叫阿巴里，不叫阿里巴巴。差不多嘛。邹族可以说是现今原住民当中保存传统技艺较为完整的一族。操场中央的竹架上悬挂着一摞摞的小米，这是他们庆祝小米丰收的祭典歌舞，象征族人共食共荣的精神。男同学和女同学分别拿着竹筒，敲击出清脆的声响，把原住民的热情和喜爱歌舞的活泼天性表露无遗。Thank you.
陈姐姐，樱花谢了之后是不是会结果呢？是啊。嗯，那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樱桃咯。小朋友，到底樱花树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樱桃呢？想想哦。有个故事叫华盛顿砍樱桃树，他为什么不说砍樱花树呢？樱花树开的花叫樱花，结的果子不是樱桃是什么？请阿里山工作站的杨先生为我们解答吧。从樱花树长出来的果，我们叫它樱花果。樱桃是从樱桃树上长出来的。樱花果的形状外表看起来是圆圆长长的，是长口圆形，而樱桃是圆圆扁扁的，有一点像鸡心的形状。樱桃吃起来比较好吃，甜甜的。而樱花果呢，如果不经过腌制加工的话，吃起来是酸酸苦苦的，很难吃。飘来阵阵的樱花清香，真想躺在这儿睡他一觉呢。小皮，我看你就应该改名叫懒猴算了，这么美丽的景致谁还想要睡觉啊？嘿，那因为这里太美好了，睡起来一定特别的香甜哦。好吧，不过呢，在你进入梦乡之前，我们得先跟小朋友道别啊。对，各位小朋友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观赏儿